张扎辉要单挑你，毛蛋，你要被张扎辉打爆了！有没有欺负张扎辉的小粉丝？哼，这都什么个什么呀？最近评论区全刷这个叫张扎辉的，关键我都不认识他呀，怎么现在什么人都能在哥们头上拉粑粑了是吧？让我看看你是什么东西。我敲1000万粉丝，打扰了，再见。<笑>话说有没有认识这个直播的，帮我艾出来看一下好吧？不过就算你是千万粉丝大佬，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冤枉我吧？ 不在蛋疼岛里向晚是兢兢业业，骑得比鸡早，那睡得比狗晚，从来不敢欺负任何一个粉丝，生怕被网暴了。哥们都这样了，居然还有人找上门来说我欺负别人，根本不可能好吧？而且我还在评论区看到这么一个截图：味噌麻辣毛蛋 PK 练习中。好，看来你是真要跟我拼一下。 那么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也告诉你，扎扎辉，这个挑战我麻辣毛蛋接了。想在我最擅长的领域击败我，那还要问问我答不答应。